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达达聊美食。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一道应季美食——南瓜豆腐羹。将南瓜去皮去籽，切成小块。放入锅中，加入适量的水，煮至南瓜软烂。将嫩豆腐切成小块，放入南瓜汤中，轻轻搅拌，让豆腐充分吸收南瓜的香气。根据个人口味，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，搅拌均匀。将鸡蛋打散，慢慢倒入锅中，同时用筷子轻轻搅拌，形成蛋花。将适量的水淀粉倒入锅中，搅拌均匀，使汤羹稍微稠一些。撒上切好的青葱，既可以增加颜色，也可以增加香味。一道香甜可口、营养丰富的南瓜豆腐羹就做好了。这道羹汤融合了南瓜的香甜与豆腐的细腻，不仅暖胃，更暖心。